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们说哈 ，A 比 B 是三 ，Z 比零点五 ，B 比 C 是一比三，一又三者，那他要求这个连比，那我现在把这个 B 哈把它弄成一样，这 B 弄成一样，这个我把它乘以二的话就跟它一样，所以把它全部乘以二，三之二哈比一啊，那这两个就一样，所以 A 比 B 比 C 哈就是三之二。比一比上一又三者，就 A 比 B 比 C 就是三者，比上一比上一又三者，那这不好看啊，所以我就哈、哦、把它给这个弄成整数比，哦这是三之二啊，比一比上三之五啊，那全部乘以三，全部乘以三的话就是二。比三比五，哦，整数比比较好看，所以答案是二比三比五。